蔡思贝和张震朗列入为流行经典五十年担任嘉宾，他们会在节目中合唱千怀的歌。第一次在节目唱歌的思贝就觉得很紧张了。我会特别紧张的，因为我第一次在节目上面这样唱歌，我都会怕录了之后以后的人就在网上面可以看得回的了，都会特别紧张。希望 OK 啦，但今次我觉得我 say yes 去做这件事，是因为都有阿朗这个好拍档在身边，我觉得可能安全感好一点的。但是他安全感就相对地没那么好，拍住我都是尽做啦，就是因为我们今天都拍完外景再回来唱歌，即是稍后再出去外景拍摄踩个界，所以其实我声带都突然之间是比较沙哑一点，所以都希望稍后可以大家都保持到水准，希望观众喜欢咯。至于 TVB 宣布香港小姐竞选和2020国际中华小姐竞选今年都会暂停举行，另一个港姐亚军的思贝都很赞成公司这个决定。我觉得现在这个疫症的情况之下去暂停这些这样的大型活动，我觉得是公司很明智一个选择来的，即是始终都是大家的身体健康为主啦。我相信到下年再举办香港小姐都会是同样很精彩。